城市建筑模拟游戏 Downtown Showdown 虽然是手机平台上的游戏，不过却也有着丰富细腻的城市建设系统。玩家要建造可供居住的房屋来增加人口，并且透过各种建筑来赚取金币或是生产特定道具资源，而他们也会对周围的特定建筑有所影响，像是商业建筑或公园可以提升周围居民的人口，而工业建筑则会造成污染，因此各建筑的位置规划是需要仔细规划的哦。除此之外，游戏也结合了对战的内容，玩家可以派遣攻击者破坏其他人的城市，掠夺资源，加速壮大自己的城市哦。